我保证啊，我保证，以后我真的再也不读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昨天这游戏里上架了个新人物《达鲁伊博人传》，我寻思半夜闲的抠脚没意思啊，于是就找到我好兄弟老严，准备和他玩点刺激的。我俩每人准备100张抽奖券来抽这个人的碎片，谁抽的少就有惩罚。穿上女装，化上浓妆，上户外搭讪小哥哥。惩罚内容是不是很劲爆？你们的快乐都是建立在我痛苦上的。不说了，你们自己看。刘乔言啊，刘乔言，这次谁输了就是大的了啊！女装已经备好，那我的，哦，高 K， 这次啊，100抽谁抽的少，女装化妆上街勾搭小哥哥。不要是，这肯定是就是你上来的，我用不着穿了。是吗？我不这么认为啊，我认为这次我会赢的啊。来啊，开抽，冲啊！啊，老烟少抽点，老烟少抽点，老烟少抽点，老烟啊！我们的专属 BGM， 先来一发免费的试水，一片景点啊！真的是脸，怎么说？我靠，牛逼！是脸，好，开门红了，兄弟们，开门红！看来穿不上女装了，唱出去！怎么说？再来几片。不要带土啊，不要带土啊，来这么多带土啊。So, Y-O-U 这单抽一下，我们来刷下运气啊。我他妈来了。哦，好好好好，直接失联，直接失联，追击。怎么说，单抽一下，再单抽，再单抽，单抽，把这个带土抽抽出来。带土是高招，达鲁伊是高招，同性相吸，直接失联。想穿女装没有机会了呀！我又来了，彻底疯狂！啊，单抽，单抽，单抽两下，再单抽，四片飞段，飞段是高招 A 人，达鲁伊也是高招 A 人，直接失联。好，没有错，我让我看一下啊，已经抽了86个了，还可以再抽14抽，抽4个10抽。这一波十连能不能来两组？老爷十年阳寿换两组。丸子，老爷100抽到，他赢不了的，他赢不了的。他能赢，我就会画一个很浓的妆啊，我画一个非常浓的妆，我出去，就这种一个男人最自信的一个状态啊。丸子，老爷100抽到啊，十八片。他能赢，我就会画一个很浓的妆啊。哎呀，比杀了我都难受，这不比杀了我难受。不对了，不对了，我去换一下我的装扮啊。好戏开场呢。我卡住了，卡住了。买小了啊！买小了，卡住了。你穿的啥、啊？这个是吊带。一会儿我给你看全身啊！我去化个妆啊！我去化个妆，口红还有美白啊！我来给你展示一下我的化妆功底，好吧？我爱上情深哟。大咪，傻逼。找一位深夜不归的小哥哥，必定有故事啊！真女装啊？去哪儿？哇塞！走路要扭一点，胯。好重重，好重重！那个水友又帮我拎一下好不好？哟，实在不行你去死吧！没在饭吃啊，没在饭吃啊！冲啊！说死现场，大家快来看啊！买点，买点，不敢去结账了，不敢去结账的小哥哥也没有。我把这个车车车老板拜拜，回去了吗？到手续里。跟你说个事儿，跟你说个事儿，其实我抽的比你少啊，我领了4片。